就随口话，可以走给我。最高法院的。这就是我，这个，这就是我上海访民陈玉兰，我哎，对，陈玉兰，我叫盛林秀，这就是我叫盛林秀，江苏省廖岗市的，我叫盛林秀，这就是我叫王淑娥，是辽宁省营口市人，我还得重新是辽宁省营口市人，那我广西桂林的杨桂林，希望中央今年2013年彻底解放劳教人员。这个是这样啊，我建议大家这个像这个什么的，打倒劳教制啊，这样的口这个啊，这样的什么要这个废除劳教制啊，不要用这个什么打倒啊这样的言语啊，你看这个又要给人带到那种文化大革命那种气氛啊，我对这个劳教制呢，这个大家都是受过这方面的那个迫害哈，我也深分感同情哈，我呢以前也被劳教过，我以前也被劳教过哈，这是他这个劳教呢，这不经过法院，啊不经过检察院，只公安局一家办案，知道吧？就限制人自由长达3年之久，有时甚至是还要加上一年，有时是4年。4年，对。啊，所以来讲呢，这劳教呢是破坏法治的，啊破坏法治的啊。而且里面对劳教人员所遭受的那些待遇啊，比判刑人员啊受的那个苦难还大，啊，这是我呢是亲有体会的，啊，所以呢这个劳教这个如果不解除，这个法治进程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绊脚石，对啊，重要的绊脚石，因为中国的法律程序剥夺公民的限制公民的自由。啊，这必须要这个解除啊，解除。不光是我们这个受害者啊，就那些国外的那些资深的法律专家，对中国这个劳教制度啊，也是那个非常的痛恨的啊，是不是？劳教制度违背刑法，违背宪法，对，违背国际人权公约，是政府的法外死刑。咱们老百姓强烈要求中央废除劳教。我家自己采访看看。这是我叫曹小龙，是甘肃省灵台县。这是我上海奉贤区陈玉兰。这是我叫盛林秀。这是我叫王淑娥，是辽宁省营口市人，被我的儿子被法院那个冤假错案，被法院判刑冤假错案。这是我是甘肃灵台曹小龙。感谢胡家为我们家这事呼吁，为上访维权这些所做出贡献。什么衣服？胡家先生，五年前就给我们在永定门长途汽车站发过棉衣，就是现在又帮助，非常感谢他。
这是我上海奉贤区访民陈玉兰，这是福家，感谢他这次捐了三十条被子寄住在弱势群体的，谢谢他。这是莎莎，叫刘莎莎吧，对对对。这是我，河北的莫爱英。里面也有我，我来找找我，在哪里？有哪吕东的吧？有有有。哎，这就是我吕东丽，这是陕西宝鸡的吕东丽，实在是我。我们去看发东西。我叫赵广军，来自辽宁省盘锦市东石窑。因为辽河油田的法院呢，是我那天我们给胡家圈县的衣服被子，我们去给兰州的访民发。这是我上海陈玉兰。这是我辽宁省营口市王松娥，在放学中给那哪发衣服，是杨家胡家那个县。这是我赵广军，辽宁盘锦中石窑，这给胡家发衣服。这是我甘肃灵台曹小龙，就那天拿到胡家叔发的棉衣。啊，这是我叫盛丽秀，江苏省的。我是郑化伟抢劫案，是周永康领导郑化伟抢劫案，铁路赔偿个郑化伟抢劫的资金没给我，但我弄做了一年劳动教养，就是郑化伟领导抢劫。这是我叫吕东丽，陕西宝鸡的。我来北京就是因为法院枉法判决，因为我是原来一个私营企业的法人代表，企业名字叫千阳县动力机械有限公司。因为我举报我们县委书记他违法违纪，我们我是实名向中央中纪委写的举报信，他们把我这个举报信呢转到了我们县委书记的手上，我们县委书记就拿着这个举报材料，找我是让法院，就是把我违法判决，把我厂子也没收了，把我人也判刑了。这是我，广西桂林杨桂林，今年春节前的话呢，一场大雪的话呢，我们反民一起的话呢，希望咱们中央来说的话呢，对咱们解决反民的实际问题来说是给予一定的力度。对于这个劳教上访劳教的问题，也希望来中央给予大力的加大一些力度。这是我陕西吕东丽，那天胡家在医院去买药，我们去看了看望胡家。